啊，就拍不到了啊！我数三个数，他们说、啊、就没有了。你在捣乱，我怎么在捣乱、啊？阿强哥是不是在捣乱呀？哥，结束刷一吗？来拍了的打个一拍，还没有拍到的哥结束刷一吗？抓紧手速了，他阿强哥，阿强说很苦，苦的才是正宗的，苦的才是正宗的哈，是。来数三个数，三二一，关闭链接。自己去拍哈，可以摔吗？恭喜那个拍到的了啊！恭喜拍到了，爷爷，你还有什么东西拿过来？我今天开心呀、啊，我今天很开心。为什么开心？哎，你别管。还有什么？开心的得，拍嘛。拍嘛，拍嘛，来谈一下来。拍了的，拍了带的就有、啊。爷爷家这个天猫，哦，你打的死结，打都打不开呀、啊。不能打死结。对，不要剪不开的结。剪不开的结。只有这么一点啊！你这不够强啊！你这不够强啊！别勾，多了就不好弄了。你这个不够强啊！你这才有几斤啊？大概三十斤。天马你要半斤，那你只能川贝你要半斤啥的。今天这个已经没有了，晚上、啊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的？晚上能收到再给你说哈，姐姐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的吗？有人认识了没有？天马，但是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天马吗？有人认识他是什么天马吗？我看一下。啊。我倒回来给他们看一下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天马吗？知道的打出来一下。爷爷，你这里不多啊，数量不多啊，怎么抢啊？那找不到的，这真的不好找的啊，强哥。你以为能挖不好找吗？这很不好找的。是不是很不好找？我害怕三千多米前有。这不好找的，跟你说吧。对，乌天马，乌天马。平原地区没有。还有山上才有，平原的没有，只有山上。没有，不得有山上有。有山上才有。那这样子多的不说，想要这样子爷爷家的这样子的乌天马的，想要的打个要，要的打个要，来，要的打个要。想要这样子手上的乌天马的，要的打个要，啊，要的把腰子扣起来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好货只有一点点啊。爷爷，怎么卖？怎么卖？三百嘛，多少啊？四啊，啊，三百是四百，三百是四百，四百嘛，你是税入中多的嘛？三百还是四百？四百是吧、嗯？少不少？来，朋友们，有没有人知道阿曲墨收多少的？东西确实好，是不是？这个。东西确实好，对不对？买过我们家的东西都知道好。我买的乌天马收到了，品质很好。有个哥哥说，泡酒炖汤都很好的啊，都很好的。来，知道阿曲墨收多少的，打在公屏上。等一下教你们怎么吃，可以说出来吗？这个天马如果来全屏把320飘起来。不管你们在哪个直播间，如果你们遇到了正宗的乌天马，一定要凭手速去拍，因为乌天马真的相当特别的少。知道不？能收到天马，能看到天马，真的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，知道不？然后你们知道阿曲墨收多少的，公屏上面扣出来，我们肯定是统一价格的哈。你好，320，要半斤，当归一斤，可以的哈，可以的。你关注我们，明天我们一直收的都是320，我们一直收的都是320，可不可以，爷爷？可以。啊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吗？320收的，我们不能乱价格，对不 对, 对？支持了打个支持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做两个价格，不能说这个来300，那个来320，下个来400，对不对？对。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支持了，打个支持。对，这是天马不天马，那个爷爷我给你称啊。称了。说实话啊，这样的不天马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那爷爷你别说了。说实在的，我们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的不天马。真真实实的天马啊，撑好一点啊，全部给他，好不好？撑平一点嘛。撑平一点，撑好一点。对，拿过来我，可以没有？好，对了哈，爷爷。啊，来，来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、叔叔阿姨们，想要这样的乌天马的，这样子真真实实乌天马的，就直接的把腰子扣在公屏上。我统计一下，我拍了三单。大家不要拍那么多啊！大家不要拍那么多，或者有这么一点，自己拼手速，拼网速去抢啊，好吧？啊，不要拍那么多，好不好？来，要的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把要字扣在公屏上，直接今天给大家炸，
好不好？来，各位姐叔叔阿姨们，正宗的乌天麻，家里面有小朋友正准备中考、高考的，一定要给他吃一点，因为他们读书要用脑，对不对？他们精神压力太大了，他们学习压力太大了，我们一定要拿来炖猪脑、炖鸡给他们吃。平时你们家里面有老人的，经常晚上哎呀晕晕的那些，来这样子，要泡多久？泡一个晚上，泡24小时左右啊。24小时以上。来，这样子。320一斤收的，160半斤，加快递费、包装费、运费一起是169啊，加9块钱的包装费、快递费169，然后就半斤半斤的给大家上250个。来，我数五个数，只有这么一点点啊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我数五个数，自己拼手速、拼网速去抢啊！来，准备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自己拼手速、拼网速，自己去抢啊！恭喜啊！恭喜什么呀？你们在恭喜什么呀？天麻怎么吃？来，各位姐叔叔阿姨们，乌天麻169半斤已经给你们上车了。需要的、懂货的、懂品质的，我们各位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们自己去拍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有多少上多少，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。我们可以截图，所见即所得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给你们发的就是什么样子的。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是不是有句话都就说什么？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如来碗天麻汤，是不是？有就说的就是这个好东西啊，各位。这个东西啊，可遇不可求的啊。对，不知道天麻它有什么作用的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，这上面有个姐姐已经帮我们抠出来了哈，这个是正宗的乌天麻。阿群们这边教你们一下怎么吃啊，不知道怎么吃啊，不知道怎么用的，听好了哈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可以拿回去直接这样子拿去打粉，打粉了过后冲水喝也可以，知道不？然后呢，我们还有怎么吃啊？拿来煲汤喝。煲汤的话，它现在直接这样子是切不动的，很硬的，这是晒干了的。拿回去用60-70度的水给它泡，用60-70度的水，不要用冷水泡哈，泡24小时以上它就泡发了，泡软了，或我们拿来切片炖鸡吃，或者拿来切片煮水喝，泡水喝都可以，炖乳鸽、炖猪脑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各位叔叔阿姨们，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，今天你们遇到了一定要去带一点点。平时你们可能觉得其他直播间也在卖，是不是？这种乌天麻特别的少，其他直播间卖的是黄天麻、白天麻，天麻这种天麻是所有天麻当中的天花板级别了，天麻素很高的，孕妇姐姐不能吃，3岁以上的小朋友才能吃啊，是320一斤收的，160半斤，给你们加包装费、快递费、平台费，169半斤包邮到家给你们的。你们需要的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下方小白色的购物袋里面自己点击进去去拍就可以了，各位叔叔阿姨们。来，最后6单，我数五个数就下了啊。炖鸡也可以，炖猪脑也可以，炖乳鸽。因为平时你们知道坐月子的姐姐们，她身体是很虚弱的，对不对？坐月子的姐姐们一定要去吃，以前月子没有做好，落下了月子病，对不对？晚上我们翻来覆去的说不好的，各位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去吃。说实在的，我爸爸啊睡眠不好，我爸爸平时睡眠不好，那天我之前都看到他经常在泡酒，乌天麻泡酒啊，他然后那天我给他买个黄色回去，他不喜欢，他把它丢掉了，然后黄的不行，然后那天我在你那里，我把这种给他拿回去，他就喜欢了，然后现在泡了酒，他已经每天睡觉之前他就会来一口。对，天麻泡酒、啊、相信阿强的半斤，相信阿曲墨的，你就直接去拍啊，半斤天麻他可以泡5-10斤的白酒啊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我不太会说话，希望所有直播间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多多理解，多多包容一下。泡酒我们洗干净直接泡也可以，我们用温水，用就是热水给它泡发了过，再拿来切片去泡也是可以的。天麻酒在我们四川这边很出名，你们没有喝过的可以。对，这个是说了，口感特别。他买的黄天麻不好还贵，对吧？黄天麻不行，不好的。啊，就是这个好，来，我数3个数就没有了啊，3、2、1，没有了。带得到的就有，带不到的就没有了哈，各位姐叔叔阿姨们。对，快递费、人工费，每份9块，对，然后阿群墨每一单给我们给他挣了1块钱左右，你挣了几毛钱到1块钱，这样子他还能够，这样子他还能够补贴家用。对吧，他这样子还能够补贴家用，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他，对吧？这样子他也要养家糊口，是吧？大家说这个方法对还是不对，支不支持？支持打2个字，支持。52度以上的白酒啊，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各位叔叔阿姨们，不仅言语上的鼓励，不仅言语上的支持，还支持阿群墨买阿群墨家的货，真的感谢你们。阿群墨也是挣了1-2块钱，真货真货，一天也能挣200块钱左右，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哈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对我的这份支持这份鼓励真的不是嘴上说说的，看到了很多姐姐们昨天
很多姐姐们说，她说她一个月的工资都买完了。我说姐姐要需要的用得上的才去买。她说首先你的东西很好，而且她也很认可我这个人，所以她都是真的十大八大的买。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各级叔伯们，谢谢你们对阿琼我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天麻泡酒，天麻炖鸡炖鸭哈，天麻要用60-70度的水泡发了锅再拿来炖，这不然的话硬硬的哈。早一点发我拍了期待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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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哈，太感谢你们了，各级叔叔阿姨们，太感谢你们了哈。再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吧，这爷爷家的，这是什么？哇！闻到味道没有吧？闻到了，很浓啊。很浓啊。来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我付了2.5斤，好的哈，好的哈。血液不知道怎么吃，可以问一下客服啊，也可以给阿楚莫发信息，阿楚莫看到就会回复你们哈。各级叔叔阿姨们，可以吗？来，直播间的各级叔叔阿姨们，有没有认识这个是什么的？冷水泡不行，要用热水泡，冷水泡要泡很多很多天。因为山货，阿楚莫是很在行的，从小他在大山里面长，他从小在大山里面长大的，他对这些农产品、山里面的东西特别的了解，知道吗？很了解的，所以说他才能够把它介绍的出来。你叫我阿强来介绍，我都是不懂的，我都是阿曲莫教的，对吧？这叫做什么？专业有术功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呀？来，我先给大家验一下吧。教你们去辨别什么样子的灵芝孢子粉。你们知不知道怎么辨别？一摸二看三闻。不是，怎么辨别真假灵芝粉？知道的打知道。不知道打不知道，我教你们一下，要不要教？教的打个教，要不要教你们怎么辨别区分这个灵芝孢子粉？要，我们要验货。这个是阿曲莫教我的，要的打个要。我们要验货才能买呀，对不对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？对吧？教是吧？要的要教的打个教，好不好？要，是吧？教是吧？好，他们都不懂，他们都不懂，来。让你们看看怎么样子的区分真假孢子粉，来，来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我们直接啊，术有专攻，对对对，术有专攻，一点点哈，这样子给它弄进去了过后，它是要沉底的，它就是好的，浮在表面上的它就是不好的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瞬间就融化，看到没有？能沉底的，你们想一下，哇，这是破壁了的，看到没有？全部粘在我手上了，直接很细，直接沉底的，就是好货啊。这表面上没有浮的有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全部的都是还是不是？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沉底的孢子粉就是好孢子粉，浮在面上不沉底的，它就是假货。恭喜大家买到假货了，那就对。然后它这样去摸，看到没有？这么细细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才是正宗的，看到没有？很细，它是破了壁的，没破壁的，它的那个营养价值都含在里面，那个是激发不出来的，要破壁的，知道不？各位叔叔阿姨们，你可以喝一下。苦不苦？来，直接的，想要这样子的孢子粉的，要的打个要字。孢子粉两大干，收到，质量真的很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们放心哈，可以出来吗？想要这样子的孢子粉的，要的打个要字。爷爷，你这咋个买的嘛？怎么卖？300。哎，你爷爷家的东西都没有少于过300的东西啊？爷爷家的东西全部是300，是自然破壁的吗？怎么都是300啊？是拿出加工。你不要拿着跟药店的东西给我这里比好不好？我这里是全部一起买完的，你动不动都是300、500、400的。对，温水冲，温水冲，一天喝3-5克，这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知道不？啊，什么东西真实，我今天回拍了，回购了清单是不是？前面拍过了，今天来回购清单。谢谢谢谢。那爷爷，我就问你多少，能不能少？少一点嘛。少一点。知道阿群莫平时收多少的打出来，知道我们平时是收多少的打出来。工资都花完了，刺玫瑰，谢谢哈，谢谢我们需要。哎，大家理性的理性的拍啊，理性的拍，东西虽然是好，大家也有需要再去拍，好不好？没有需要的，大家也不要拍那么多，好不好？适当一点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大家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180是吧？孢子粉是不是180？全屏把180飘起来，对，180，爷爷，180。爷爷180说的，刚刚那个爷爷的我们也跟他说了180说的。180啊，可以吧？我给爷爷称一下。你称一下，给爷爷称一下，来把180飘起来，
你们大家想不想要这样子的真真实实的爷爷家的豹子粉？想要的把腰字打起来，要的把腰字打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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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朋友们。可以了，爷爷了，爷爷了，你可以了，给爷爷称好了，给爷爷称好了。今天买了多很多种是吧？那就大家的不要，怎么说啊？东西虽然是好，大家理性一点好不好？理性一点去买好不好？对，我们用得到的就去买，用不到的就不去买。但是这个东西真的需要的都去买啊。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的，我们拿回家给它。就是泡水喝，用50度的水给它泡3到5克左右，这样子去泡水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。来，这样子，只有这么一点啊，这么多人想要，180一斤收的，那就90半斤，250克，是不是？嗯、加快递费、包装费99啊，99250克，半斤的给大家上。来，我数五个数，大家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啊！来，我数五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自己拼手速拼网速自己去抢啊！相信你们小没有小两口哈，没有男女的小两口，来自己去抢，已经上好了，给大家讲一下怎么用。99半斤灵芝豹子粉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哈，它不是灵芝粉，它可以和蜂蜜一起喝啊，哥姐姐们，就是用50度的温水去泡来喝就可以了。你它是不甜的，哥姐姐们，但是它也不苦，它是有一股菌香味的，不难喝，很好喝，知道不？你们可以拿回去了过后，用50度的水给它。泡个3到5克，加点蜂蜜，这样子去给它泡来喝就可以了。知道它有什么用的，喝了它有什么用的，哥姐叔叔们可以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字出来，给不知道的哥姐叔叔们看一下。你们平时如果说买到了那种苦苦的，哥姐姐们不要去喝，真的苦的灵芝豹子粉，它就不是灵芝豹子粉，它是灵芝粉。灵芝粉跟灵芝豹子粉它是不一样的哈，哥姐叔叔们，早上空腹喝，晚上睡前喝都可以，可以加蜂蜜。加蜂蜜非常非常的好，哥姐叔叔们，你们放心的去拍，不行的，不能的，阿熊猫不会这样子去给你们讲。虽然阿熊猫不是什么聪明的人，我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，但是山货，我一直在山上长大，所以的话呢，就会比较了解这些。你们信得过阿熊猫，信得过阿强的，哥姐叔叔们，我们就去拍就可以了啊。但是我们一定要需要的人去拍，不需要的我们不去拍哈。你们可以截个图。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给你们发的就是什么样子的，都是给你们破壁了的，没有破壁的就不会给你们，没有破壁的。来，最后七单，还有七单了啊，还有七单了啊，主个数就下掉了，关闭链接。五，现在只有七单了，哥姐叔叔们，拍了的回来打字已拍，然后这个呢，哥姐叔叔们怎样保存？我想买怎么没啊？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公仔。点击进去，直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，知道不？平常您放到阴凉处就可以了，哥姐叔叔们哈，已拍加急，好的，哥姐叔叔们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知道它有什么作用的，我们在公屏上面扣一波字出来哈，哥姐叔叔们，晚上您经常起夜的，30岁以上了的哥姐姐叔叔们，来，我数三个数就没有了啊，来，慢一点，好好，有这个，有这个，数三个数就没有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你说话太大声了，秦哥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我们有这个的哥姐，因为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激动呀！你别这么激动呀！你今天阿强哥好多人说，今天阿强哥是不是喝了假酒了呀？对，没有，我很激动，真的，这么好的东西，相信阿群猫，相信阿强的，真的。放多少？放3到5克就可以了啊，哥姐们。哎，我又给你喊到人来哦。好好好。今天我开心，表哥也是待会儿辛苦了，待会儿也请他吃顿好的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，没有了。激动了是不是？说话声音都我都没见过阿强哥这么激动过，我也不知道他喝了什么酒，假酒是不是啊？这谁打的喜酒呀？哪里来？爷爷还有没有？爷爷还有没有呢？没有了。阿九，你就把钱给他。好好好，好吧。可以的，好的，阿强哥。快去把这个爷爷的，人家太不容易了，把爷爷的钱给他。我先去把钱给他付一下啊。把钱给他付一下，快点。啊，真的今天有点失态是吧？今天有点失态吗？把那个爷爷的钱给他啊，点清楚一点，不要亏了爷爷啊，好吧？多给他个50块嘛，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我自己补偿的嘛，没关系的，好吧？
喝了美酒，对，喝了美酒，对。你们支不支持阿强嘛？支持打两个字支持，真的，我今天有点开心，好吧，我今天有点开心。哎，美滋滋的心里面。昨天去哪里了？昨天我有个客户在，然后在办公室，跟他谈点事情，谈个文件，然后后面就给阿全妈回过来，他就在直播，然后他下播了再联系他的。今天拍了好多单是吧？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，真的还行啊，有点失态，我说话小声点好不好？有点失态，谢谢大家的包容哈，谢谢大家包容，表哥，哎，来喽，哦，来喽。哎，叔叔你好，哎，这儿走吧，叔叔，坐，你这儿走嘛，坐，嗯，坐。叔叔他们的表哥很积极的，去把我这乡里乡亲的都叫过来。哎，叔叔你拿着啥子？打个照片。哦，这个。学业是吧？他那个是学业。带出来了，带出来吧。看不到，出来看嘛。真的，这里的能帮的就帮吧，对吧？把好货给你们推一下，把好货给你们。看一看是吧，有需要的人就去买，大家记住啊，大家支持我们很感谢，但是大家也虽然东西是好，但是有需要再去拍好不好？哇，好好好，这是你自己找的吧？哦，这个东西真的好，这东西有没有认识是什么的？有没有人认识这个是什么的？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认识这个是什么的？有的打个阿曲墨，这是啥？把名字打出来，有没有人好吧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而且整理得很干净。大家记住了啊，我阿曲墨家乡的好货是好，但是大家需要就去拍，好不好？需要就去拍，不需要的话就别不用去拍也没关系的，真的。这个很好吧，东西是好。这个小朋友吃，大人吃，孕妈妈吃，爷爷奶奶们吃都非常好。这个都需要，说句实话，其他不需要的你们可以不去拍。这个学业啊，全部特别推荐你们可以去拍一单回去试一下。全部都说的是学业，他们都是识货的，嗯，真的，他们都是识货的。嗯，来，就这个有多少品质给你们看过了哈，哥姐姐们。有多少人想要这样的学业的？要的把鸭子打起来。小孩子能吃，孕妈妈都能吃，它就跟果冻一样的天然的果冻。啊，这个地方有泡都有，嗯，这个地方泡都有的，来。想要的把腰子打起来，很拉丝的啊，很拉丝的，这个很拉丝的，加点水果，加点牛奶，很好的，非常的好。来，想要的把腰子扣起来，这样子的血液，很拉丝的，看到没有？要的把腰子扣起来，好货别错过了啊！要的把腰子扣起来，来，直接的问叔叔怎么卖？叔叔咋卖的？对呀。啊。我这个好货，大概100块钱一斤。好货，100块钱一斤。对。好东西，叔叔说好东西，100块钱一斤，哥姐姐们，真的确实好，来进群的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你们肉眼看得到的品质，对不对？100块钱一斤，但是肯定不行、啊。来，你自己来，我看着，让阿曲墨来好不好？给个阿曲墨打个两个字加油，让阿曲墨来一波好不好？让阿曲墨自己尝试一下，把加油给阿曲墨打起来。哎，叔叔，你干嘛呀？叔叔，刚刚我们连来其他的邻居家里都收了，我们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夹给统一，不知道这就难了，夹了一会就不好收了，所以说我们收是没有收100，我们收的是60收的，可以不？60搞不起，80也收了20。80少20。嗯。阿庆哥。对对对。80肯定不行啊，因为我们这是其他年前面那两个爷爷的我们都收了，那我们夹都肯定要统一，对不对？不收的话，以后我们的生意都不好做，而且我们今天说实话，我们也没有。很好的啊，很好的。嗯，60块钱我们就全部给你撑了吧，对吧？60块钱吧，叔叔。60，你认不认识字啊，叔叔？认识啊，来。直播间的哥姐叔叔阿姨们，这个叔叔是认识字的，我们全皮扣60，给这个叔叔看一下可以吗？属实的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哈。雪燕，我们现在砍价格60块钱，平时我们的收价也是60。我们对直播间的朋友们负责，全皮扣60。对的啊，哥姐叔叔们，这么好的东西哈、啊，看得到的品质，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平时叔叔，我们是做了一个价60。不是，你看吧，好吧，你们全都是60啊，全部都是60，全部给你称完，可以，我们就称了，好吧，你带来的货都给你买了，好不好？
我说要八十耶。60，60，叔叔，叔叔这个人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好，我知道找这个东西不容易，找这个东西好。啊，然后六十，好，60，60，60，60，60，60，一起收了，好不好？你其他的东西你有的，我都全部都给你称了。对，可以吧？谢谢大家送来的粉丝灯牌啊！东西准备给称了。啊，其他的一会儿我们也给你称了，好不好？60。70也不行啊。70不行，我们不能做两个价格，对不对？上了30了，我现在。上了30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出两个价格，我们不能出两个价格，都是卢师收的。声音有嗓子有点受不了啊。前面的我们全部都是卢师收的。我你看，我们这货很安逸的，你看。安逸是安逸，我们都是说安逸的货。对，叔叔说他家的货好，他要70，60就给你收了，叔叔。啊，我这个人是说一不二的。卢师嘛哈，给你称了。卢师啊。嗯。卢师的话，我对不懂。好，可以，大家到。好，这是好有意思。哦，叔叔的货。叔叔来，快来称一下嘛。叔叔的货好，他不愿意卖，他还。哦。他货好，他不愿意卖，确实这个东西很好的。是吧，称好一点啊，阿群猫，好吧。哦，好，把记下来啊，叫你表哥把它记下来，不要给他们叔叔啊他们弄错了价钱，不要少给他们钱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赶快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我今天有点激动，嗓子有点可能有点受不了啊。阿群猫给大家讲一下，来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已经给你们称好了哈，60块钱一斤，说的这是血液，看到没有了？对，一视同仁，对。它是这样子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看到没有？拉丝的，丝丝滑滑的，我们也称它为平民燕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跟是燕窝是一样的，燕窝吃了什么好？各位姐你们都知道的，而且我们也拿它。管它叫天然的果冻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们拿回去，拿这样子拿两颗泡发了过后拿来，用开水煮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，加点红枣枸杞冰糖进去。平时你们对不对？爱美的姐姐们，这个都俗称为女人的爱美的，平时喜欢那个敷面膜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的一杯顶你30张面膜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来这样子吧，想要这样子的血液的，把腰子刻在公屏上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。反正就只有这么一点货，想要的把鸭子扣在公屏上，我统计一下啊，直接给大家炸。来，把鸭子扣起来。想要这么好的雪燕的哥姐，想要这么好的雪燕的，直接把鸭子扣起来。来，直接把鸭子扣起来，我统计一下啊。阿强哥，你别激动嘛，你声音这么大。这么多人想要是吧？这么多人想要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妈妈也在吃的，我妈妈是一个爱保养的人，我妈妈是一个很注重保养的人，很注重养生的，她每天都在吃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。他都给我说阿群猫家的这个血液非常的棒啊，来就这样子我们是60块钱收的啊，60块钱一斤收的，平时我们60块钱是半斤的价格，今天我们给到大家60块钱一斤的价格，然后加快递费包装费是69啊一斤，给大家上500克啊。来我数5个数，自己凭手速凭网速自己去抢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自己凭手速自己凭网速自己去抢，只有这么一点。来，可以了哈，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已经给阿强哥弄水了，他今天有点激动，吼的有点大声了，所以他嗓子有点受不了了哈。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哈，69一斤的雪燕已经给你们上车了，不是半斤，是一斤。我们需要的各位叔叔阿姨们，白色购物袋里面，我们自己点击进去去拍哈，各位姐姐们，来给你们近距离的给你们看一下，给你们截个图，你们看到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们收到货就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们可以截个图哈，所见即所得。然后各位叔叔阿姨们。不知道怎么吃的阿群们这边给你们讲解一下，教你们怎么吃哈。这是血液植物燕窝，平民燕窝，真的各位帅们，口服面膜怎么吃？这样子的，拿两颗，我们拍了的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回来打字一拍哈，我们拿回去，拿这样子的两颗，拿这样的两颗拿回去，用水给它泡一晚上过后，然后第二天起来了过后，我们拿烧水烧了，就是拿养生服呀或者其他烧水的烧水，把水烧开了过后把它倒进去，加个冰糖，对不对？加点红枣枸杞，这样子去煮，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就好了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。煮好了过后，我们呢就把它放在倒在那个杯子里面，就可以直接饮用了。我们可以拿来，而且还可以怎么吃？加点那个牛奶进去喝。给小朋友喝非常非常的好，天然的果冻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还可以拿来怎么吃呢？
加点那个水果，切点芒果呀、苹果呀啥的，那个什么之类的给它进去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去冰镇了来吃。哇，哥姐叔叔们真的绝绝子，因为天气热了过后，我就是这么煮的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吃呀，哥姐叔叔们？好不好吃？大概的，你把那个水给它盖过这个量就可以了，哥姐叔叔们知道不哈？真的非常非常好的，而且这个东西我这样子跟你们讲，孕妈妈可以吃，知道不？孕妈妈都能吃的东西，它有多纯天然。所以你们放心的去排，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，哥姐姐们，没有牛黄什么呀的那种给你们那样子的哈，没有经过那个样子的，孕妇可以吃，孕妈妈都是可以吃，小朋友可以吃，老人可以吃，女生平时比较注重保养、比较注重养生的爱美的姐姐们，一定要去吃，然后怕自己对不对长身体，就是那种就是往两边去长，没有长这边去长，往两边去长，对不对？我们吃了油油的，来最后三单，我数五个数就下掉了啊！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了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我给阿强哥端水了，我给阿强哥端水了的。端了，是啊，端了。我今天有点激动，有点开心。你声音，嗨，你声音小一点嘛。都受不住了哈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都是可以吃的，一拍得到的就有，拍不到的就没有哈。好的，好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哈，语速慢一点，我这个人说话的语速就比较快一些些。来，三二一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没有。苹果树上的，强哥激动的像喝多了一样。没有。有些人说阿强哥喝了假酒，有些人说阿强哥喝了喜酒。你今天去喝了谁的喜酒呀？我今天给我吃了个定心丸。他们说你今天去喝了喜酒。阿强哥嗓子有点。阿强哥声音今天有点受不住了。对。贝母和学业已拍，好的好的，可以的哈。醉了是不是？谈的差不多了，到时候他给我打电话的。美酒，对，我今天喝了美酒啊。来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这个恭喜大家抢到这个雪燕的，我们拿回去就可以吃了，不要去存放几年，知道不？谁哭了呀？阿强哥哭了。谁哭了？他们说、哎、他们说阿强哥哭了。好、啊、来叔叔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苹果树上的，来，哟，还有几个几样，你看这块是，我看一下干不干，干够够不够，哟、可以，来，倒出来。好，不要倒碗，不要倒碗了，好了，装不下了，可以，这个可以，没有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的？太香了，没，之前那个没有抢到爷爷家的，这一波不要错过了，没有抢到爷爷家的，这一波不要错过了，来。全屏打起来，这个是什么？干的啊，这个够干，很干，这个非常干。来，朋友们，这是什么？香菇。对。哇，野生香菇。野生香菇啊。哦。这个是山里面的野生香菇啊，野香菇。哇。太香了，晒干了的。太香了，香菇煲汤，哥姐说今天我特别爱吃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平时吃的平菇是什么价格？平菇的价格是7-8块钱一斤，那么鸡中菌的价格是多少钱一斤？鸡中菌的价格是200-300块钱一斤，对还是不对？对了，打个对。来，直接今天这个野生香菇，我让你们体验到什么叫力度，什么叫王炸，啊！这一个香菇我让你们体验到，要的打个要，我待会儿直接给你们炸这个香菇，福利品啊，福利品，要的直接打个要，要的直接打个要，这个香菇啊，咋买的？还是100块钱一斤嘛，还是100块钱一斤，要的打个要啊，野生香菇，野生小香菇啊，不好找个，这个很浓的，这个味道，这个菌味很浓的，很浓的啊，我给你们验过货了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很多，千万别错过啊！这个千万别错过。这样子，我多的不说，少的不来。我说过给大家做福利的啊，60。60。60买给你们，这个方要80，就是吧。行的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，叔叔。哎，阿强哥，你看到我们弄个早点嘞，我们上山要早，还要去上街，这样那样整起来。对，我知道不容易，60块钱一斤啊，60一斤是晒干的啊，叔叔不卖给我。
那叔叔你不卖给我，我也没办法给大家炸了，行不行？不是啊，行不行？要的把腰子打起来，小鸡炖蘑菇，对，这个小香菇很好吃的，而且是不是外面的什么金针菇啊、平菇啊那些，这个是野生小香菇，好不好？腰子飘起来，腰子飘起来，我看有多少个，我统计一下，我直接炸一斤啊、哦，一斤有多少？一斤可以让你吃一个月、两个月了，一斤，这是晒干的菇类，开玩笑啊，不开玩笑的啊。虽然我不会做饭，但是我知道一斤的干香菇它有很多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六十叔叔。不是啦，叔叔。六十叔叔。我们叔叔，我都在找嘞，我想在找，结果很早点，很不容易。所有的人都统一，这个村的整个村的我们都统一了。啊、六十。刚刚那个七十多岁的爷爷，他也是六十卖的。七十多岁的爷爷也是六十卖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个村的。可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啊，称一下，称好一点啊。你看一下称吧。啊，好，称一下。看一下称吧，来叔叔。哦。你看一下叔称啊，叔叔，你把称看一下。哦。啊，把称看一下。好嘞。来，大家准备好手术，准备好网速啊！如果你让你信号不好了，找个信号好的地方去，好不好？称好没有？大概称平一点就好了。好。来。把那个。记好啊，把账记好啊，叔叔你自己也记着啊，记住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想要的把腰子扣起来，找一个网络好的地方，没连 WiFi 了赶紧连 WiFi 啊，只有这么一点不多啊，只有这么一点不多，要的把腰子扣起来。今天60块钱一斤收的小香菇，干货小香菇500克，60块钱一斤收的，直接给大家怎么多少钱上，加9块钱的快递费包装费。总共是69块钱给大家上来，准备好手速，准备好网速，只有这么一点啊，自己去抢啊！我数五个数就上车，来，准备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自己去拍，自己去抢啊！小香菇，我买了一斤，很好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可以了哈，可以了。直播间的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69一斤的小香菇已经给你们上车了。前几天拍了很好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很多人回馈这个香菇。对，很多人都来回馈了，很多人都说前面拍过了很好，很多人都说今天又来拍一点回去存着的都有哈。昨天也买了2斤，是不是？来，下方白色购物袋里面，直播间的哥姐、叔叔。一个人只能去拍一单啊，只有这么一点，不要拍多了啊，需要的就去拍，不需要的别买啊，真的买多回去坏了不好。好不好？坏不了这晒干的。真的，货虽然是好，但是你们不要为了囤货囤那么多，好不好？一人拍一单，好不好？都拍了两次，是不是？平均一点。来，我买2斤。好的，直播间的哥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们自己凭手速去带，因为我们是现场收的，收多少卖多少。你们带得到的人就有，带不到的就人就没有了哈，哥姐姐们。这个是小香菇，你们拿回去煲汤。再煲炖鸡，还有些人说给小朋友熬煮面条呀、熬粥呀，对不对？给小朋友包包子呀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你们自己去派就可以了。这个跟你们小香菇。